走啊！兄，大哥，滚！你哪条道上的你？就是他，抓住他！你们先走。啊！行，继续做。山哥，给我抓住那女的！行。大哥，谢谢你出手相救。哎呀，不用客气，小兄弟，我跟你说啊，当年那伙人是帮无赖，我烦死他们了。哎，我们赶紧进去吧，走。不了，大哥，我怕给你添麻烦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哎，兄弟别急。你知道你刚才砸的场子是哪儿的人吗？是红七的地盘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把忠义堂那伙人给砸了，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忠义堂是什么地方？既然有忠义二字，为何他们还逼良为娼？你连忠义堂是谁都不知道，那唐四爷你总听说过吧？哎呀，怪不得。哎，我们不说了，兄弟，我看你是条汉子，我们赶紧走啊。兄弟，里边请。你放心吧，这里很安全。谢谢大哥。啊，不客气。这样，我去准备一些酒菜给你压压惊，好吧？你稍等片刻。大哥，说，我们找遍了城里的每一个角落，可是就是没有发现那个小子。混账，一帮废物，连个毛头小子都找不到。那小子实在太厉害了，我们怎么找都找不着啊。道爷，
那小子敢砸洪七爷的场子，一定是新来的。哎，不懂规矩，估计也跑不远。哎，找，给我找，挖地三尺，要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哦。师父为宝云松徒失去了生命，李先生下落不明，日本人穷追不舍。难道此徒真的是亿万财富的藏宝徒？记得师父说过，我的身上纹了一幅山水图，我感觉和这半幅图有关联。这图和我的纹身一模一样，但这只是半幅图，另外半幅在哪儿呢？我的纹身又是谁纹的呢？兄弟，大哥，来，简单弄两个小菜，你随便吃啥。实在太感谢了。哎，别客气，快快快，坐。啊。大哥，你的头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小兄弟，就你这身武功，真是让我佩服。既然咱俩结缘，是咱兄弟的缘分，来，我先敬你一杯。哎，大哥，小弟从不饮酒。嗨，这男人哪能不喝酒啊？我先干了，你略表心意就行。哎，大哥，好，果然是性情中人，孔某人没有看错你。吃菜吃菜，啊，你也吃，不要客气啊。哎，怎么了，兄弟？我头好晕，没事吧？大哥，那我先休息一会儿。啊，来来来来，我扶你啊。废物，丢尽了大日本帝国的人。嗨，加藤先生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快抓住那个中国小子，不会让您失望。哼，加藤先生，您要的东西找到了。人呢？里面。
可以睡到明天中午吗？是啊，不是。加藤先生，你可要相信我呀！我为了你才上钩，我可是费了不少心思。你看我头上的伤，到现在还砸得晕晕的呢。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龚先生，我绝对相信你。辛苦了。父亲，孔先生的家全高3米，此人不借用任何外力就能轻松翻过去，可见此人身手了得。再了得的人跟大日本帝国作对，都是必死无疑。还好我在路上看到了你，如果让日本人或者警察看到你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太厉害了，要是我有你一半这么厉害，我也不至于这么惨。谢谢大哥又救我一次。我叫黑娃，你怎么称呼？在下念生。那我就管你叫念生哥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些宪兵警察还有日本流氓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？我被人陷害了。哎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我是趁他们不注意逃出来的，可是我妹妹还在里面。那个是你妹妹啊？她怎么被抓到那种地方去了？都怨我没本事呗。我爹欠了东家的钱还不上，东家就派人把我妹妹给抓走了。后来我听说他们卖给了人贩子，我就一路从乡下追到了天津，四处打探，已经找了快一个月了，没想到他们把我妹妹卖到了那种地方。他们人多势众，这样硬闯没有用的。我不管有用没用，大不了我豁出这条命去，也要把我妹妹给救出来。大哥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在这儿等我。